掉两份哦，就是如果说后面的局数能够踩住刹车的，哇，这个球接得漂亮，哇，林子豪漂亮的防守啊，一垒刺杀掉速度不慢的王威成。弹跳掌握得很好，对这个投手打出来对有高的熟悉度。梁豪吹一坏球，岳振华打击，这球打进场内软弱的滚地球。二垒手拿球之后冲往一垒完成刺杀，两人出局。二岁，非常资深的选手。梁豪吹一坏球，打进场内又是一个二垒方向软弱滚地球。陈崇廷拿球之后快传一垒完成刺杀，胜期是一局下半，三上三下的半局，一局打完统一2-0领先。之前真的非常重要，不好听的就是打线只有一半的战力而已，对，还没有完全到位。内野冲天炮，一垒手陈庸基掌握住完成接杀，一人出局。然后球没有坏球，球速投手绝对领先。陈文杰的打击拉回来，内野弹跳球，二垒手陈崇廷拿到传往一垒完成刺杀，两人出局。然后追坏球，胜骑士取得球数的领先。弗莱奇的打击，打进场内又是一个内野滚地球，林敬凯往一垒送，完成了刺杀，三人出局，胜骑士连续两局都投出三上三下。